骑士看见巡逻员警可以低头打电话到航照路，员警发觉不对劲，立刻上前拦车盘查。骑士遭员警拦检，神情慌张，一问三不知，甚至不断跳针说他是外地人迷路了，只好由一旁妻子帮忙解说。但骑士就是不肯拿出证件，员警只好搬出电脑人脸辨识系统，这一查果然发现他的身份有问题。 22号下午，刘姓骑士载着妻子准备到庙宇拜拜求平安及发财经，行经中心路时却遇到巡逻员警盘查，当场被识破是个通缉犯。以人脸辨识系统查询，发现刘贤为新竹地检发布通缉犯身份。 刘贤表示，其因遭新竹地检发布通缉，不敢在新竹一带活动。刘姓骑士有窃盗前科，日前遭到通缉，为躲避查缉，特地搬家换工作，没想到这回想要拜托神明保佑，反而却在途中被巡逻员警逮个正着。记者林中正、邱小倩桃园报道。